女梁伟同蔡一智呢日都夫妻档出席活动，提到女哥仔仔个性健谈，相信异性缘都应该唔错啦。OK 噶，佢真系佢受女性欢迎，即系男女朋友啲都中意佢，同佢一路去聚会啊嗰样嘢咧，佢都识照顾别人咯。咁啲女性都觉得佢系好健谈，因为我仔好中意倾偈。我仔而家暂时佢都唔谂女朋友嘅，佢因为佢觉得而家呢段时间系读书嘅时候，同埋佢觉得呢段时间系佢享受单身嘅时候，所以佢唔要女朋友。迟啲啦，迟啲啦。甄子丹最近就被传喺片场耍大牌，女哥就力撑丹爷啊。其实我同子丹咧就识咗好多年啦，咁我亦都同佢合作过 ，OK。咁我知道子丹咧系一个好讲义气嘅人。你话喺片场话佢耍大牌或者记者会咧，我唔相信佢系咁样嘅，但我觉得佢做事系好认真嘅，佢亦都好有演员道德。咁就因為本身又係監製啦，又係動作指導啦，所以喺片場裏面咧，佢要求係比一般嘅演員咧係多咗嘅。呢個我係會理解，亦都好明白。提到金庸同藍潔瑛相繼離世，女哥都覺得好難過。金庸先生係我好尊敬嘅一位長者作家啦。咁因為佢啲書、啲小説，我係由細睇到大。即係射雕、神雕嗰啲，哇！即係雪山飛狐嗰啲，咁我都演咗金庸先生好幾部小説嘅，咁所以我對佢咧我就會好有感情，咁今次離開咧我都好唔捨得咯，藍潔瑛就真係好可惜咯，即係我同佢合作過嘅，但呢幾年即係知道佢嗰個生活狀態好唔好啦。咁又即係唔知點樣可以幫到佢，又冇聯絡到，所以變咗佢今次走咧，我都好愕然。不過就係咯，希望佢哋兩位都係一路走好咯。